可是就是你会觉得就缴6万块，后来在厕所里面装电视，你就是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台大有个酷的比例叫做7:2，就10个人里面有7个女生，2个 gay， 一个直男。欢迎收看《明星大学大乱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assie。那我们现在欢迎选手们进场。好，谢谢大家配合。然后，那我们先请选手们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郑宇智。大家好，我是现在就读世新大学新闻学系2年级的刘汉阳。你好，你好，台大声传的专栏。我今天代表交大传科，我是陈天心。政大新闻黄杰，大家好，我是台艺大广电大二的李佩蓉。好，那我们今天总共会有2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各校大解密，第二个部分是明星大学大乱斗 PK 赛。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个部分吧，各校大解密。那我们这个部分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各个大学跟各个科系之间有什么不同，还有各个特色。那我们现在就看第一题吧。那请大家用一句话形容你的大学。1、2、3。喂。哦，我写的是死他妈抢钱。不是说我们世新不好，就世新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环境还有资源去做事。可是就是你会觉得就缴6万块，后来在厕所里面装电视，你就是会觉得就是问号的事情，为什么？他还有什么就是要职员工？他们好像之前就什么搭游轮出去开会，为什么？我觉得想到我就是。对，就是觉得我们可以享有这些资源很好的，就是对6万块的意义，就是在游轮还有就是厕所电视的部分，就会觉得就是很没必要。好，看我交大就是男生超级多，就你们知道交大的男女比多少吗？9:4。如果我们要让全校的男生都交女朋友的话，那等于说一个人只能有0.4。不然要每个女生都有男朋友的话，那一个女生可以有2.25个女朋友，2.25个男朋友。好幸福，真的。好，政大呢，就是好山好水好点，就是大家自己猜。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后面就有一座山，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庙。但是如果以山下面积来说的话，就非常的小。而且我们大一的宿舍在山上，对，所以每次都要等那个公车，都要等很久之后才能上去。然后好水的话，就是我们学校超常下雨，但应该是。褒义词啦，好，希望。你们叫新竹风都，然后呢，就是正常雨都这样子，对不对？那叫新竹风，叫新竹风这样，因为风都在从前面喷你。好，再来是换我，因为我是台艺大的嘛，台艺大就是自由奔放，没有操场，压力很大。就是我们学校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小，然后它连操场都没有。如果我们要测体适能，要到对面的华侨中学才可以测体适能。就很烂，对，然后要特别提一下，台大有个酷的比例叫做7:2，就10个人里面有7个女生，2个 gay， 一个直男。反正就是一个交包男朋友。以下开放台艺大同学征友。就是我们有个传说，就是如果你在大二圣诞节之前没有交男朋友的话，我也是，我也是。想不到，最酷，他说是哦，什么台大团体社，重庆每个学校都有，那不酷，那就不酷了。好，那我一样从你开始。我们学校最酷的事情就是我们有神父跟修女，而且他们修女真的是会穿着修女服到处乱跑的。对，没错。像是因为万圣节嘛，然后我原本就想要办那个鬼修女，然后我都常常不敢办，原因是因为我怕被告亵渎之类的，然后我都是净化，所以我净化。我们是生日下水礼，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前面不是有一个喷水池。
它其实很臭。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习俗就是，如果朋友生日的话，就是一定要把它丢下去。这好那种好偏乡的庆祝方式。偏乡这习俗好不台北哦，好不北部。请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你的科系。一二三，好。怪啊，怪爆了。超怪，从各个角度看都很怪。我有一堂课，然后一开始他就跟你说要做迷因了，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做一张迷因给他，他要给迷因打分数，然后就交上去了，然后他就给你十分有 punch line。那老师还会在那个他的简报里面放说他在 PTT 发的文，我被推爆了。其实我觉得应该各传科相关学应该都一样，就是养眼。社会组的女生或男生就是会比较打扮，边上课你走进去就看到大家都穿美美，然后画漂漂亮亮，然后就会觉得哇好棒。然后呢走到本校区光复校区，就看到一堆男生穿拖鞋短裤，然后就会觉得哇我们是真养眼。我不想站科系。某些科系的男生就穿就是动漫的那衣服。他上面的动漫人物好像就发出那种我不行的，因为已经被揍已经起了，然后没有，我觉得我真的不想站科系。对，我觉得就我们传播科系真的就是都会，不然像我不打扮都会觉得很尴尬，就在学校真的会很尴尬。这段危险吧，要不要？好，再来是换我，我用包罗万象来形容我们系，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什么都要学，从新闻拍片到什么转播，然后什么剧本创作、节目企划全部都有，然后还有新闻，然后我们还要自己出一个大官报，就大二大一定要写报纸。那我就是恨透那个东西，干嘛读新闻系？好，下一个，到目前为止你学到最主要的专业是什么？对，这是目前最难的一个问题。一二三，那来。好，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科系学到这两个主要的专业，一个是摄影，一个是 InDesign。因为摄影课的关系，让我就是开始学会拍照。然后直到大一下就开始学 InDesign 键，因为我们会有要编排杂志类的那种课程，所以我们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组合。对，我是新闻传播理论，还有就是一些采访的方法，还有写作。英文传播理论的部分就是可以知道就是要怎么去跟乐听众，然后就是可以把如何把就是新闻可以，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两年学到很多的哦。好明白，你们好明白，安全。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讲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些都要建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在那个人跟脚踏车没有明确分界的校园里面，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别人的安全。交通宣导大使是你。那交代就是，我们传科多方学习，然后我们有分三个领域，就是媒体创作、策略传播，还有数位设计，三个就是看你要怎么选吧。就可能有的人会以后走行销啊，然后有的人以后走拍电影，有的人以后走新闻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真的都不一样，对。你选了吗？我应该是偏拍片实作，就是有两条是实作拍片，就是要写程式或者是拍片这种，就是我自己个人，就感觉跟你们超像，对啊，好像超像，但你们学超多的，我就什么都学啊，累死。我们系的话，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问题意识。如果是大学报的话，我们系上的实习单位是每一周都要考新闻，然后都要找线。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是校园体育版记者，但是我那时候在找校园稿的时候就是非常痛苦。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我问题意识没有抓准。后来就是慢慢被训练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有新闻看点，然后这有什么点可以被报，所以才会继续再来换我，我学到。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觉得我学到最多是拍片实务。虽然老师上课可能没有讲很多，但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叫做跟片，就是学长姐可能要拍作业或作品，他就会发学弟妹去当助理，就是我们系上的风气。我自己也是像新闻广播比起来，我就没那么有兴趣，所以我会着重在拍片这一块。对，
最后的，哎，这是最后的问题吧，就是你有没有后悔选这个科系呢？大家都没有哎，是不是？哇，太厉害了吧！好，那你先讲。没有，我其实显闹，但是我旁边刮我是可能一点点。越上越久之后，就发现好像自己不适合走新闻这条路。但是读久之后，发现好像自己真的比较喜欢就拍片那一块。但是还是没有啊，基本上还是没有。对对对。哦，我是写，就是真的是完全没有。我最大的梦想，从以前就是很想当就是时尚出版业，对，像时尚杂志的编辑那些。这学期我就是有收到，就是像就是有时尚出版业来找我，就是可以去当实习。然后我就觉得说，哦，从以前到现在，这那么坚定选新闻系这条路是没有错的，对。哦。我原本写有，然后后来涂掉了。为什么？我一直想写的。没有，就是我觉得我之前是读也是读政大，我是传播学院。对，是因为我一直爬山，然后就觉得很烦，那我就休学了。台大就很方便了，然后大家都蛮有趣的。什么？我也很有趣。学院应该是因为课委会给我们经赞助，对，经费，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学一些跟客家有关的东西，就可能是客语，然后唱歌之类的。对对，然后那总共我们这届要修15学分，下一届要9学分，但我们对我们来说有点感受非常的，对，不知道怎么解释。对，然后我是写没有。就是虽然刚刚常常抱怨就是改稿很久，然后或是一直找不到问题，但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管我是选哪一个科系的话，一定都会有它很痛苦的地方。如果你对于这个领域或这个产业很痛苦的地方，你都可以撑下去，而且它的成就感可以带给你很大，或者是可以继续待下去的。而且念新闻系有一个非常棒的特点，就是我可以采访到很多人，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跟不同人的交流，所以每次遇到很多人的时候，就听到他们故事，就会特别的开心，就觉得这是这个产业非常棒的地方。而且就是可以建立一些人脉，真的蛮好，人脉蛮重要。再来是我也是没有，因为其实我到后来其实没有很想要走新闻这一块，但幸好就是学很多东西，所以我可以自由的转换跑道。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而且呢，不用学数学。重点重点。大家都在学这9积分，超懒，我真的恨透数学了。所以幸好上了大学之后不用学数学，对啊，没有数学，我们全部再见，没有再碰数学。对，好 ，OK。那我们这部分结束，就是做个总结，就是可能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各个系到底有什么差别，但其实刚刚听下来都有各自特殊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部分吧，耶！太长风烟，停。对，停。